UC 名是什么？问你怕不怕？今天我们来玩了一个游戏呢，是问你怕不怕，就惩罚我们过后再讲啦。所以我们要怎样赢掉这场游戏呢？就比如说我叫肥猫，哎，现在去旁边那边，给上面脱裤，然后肥猫这样怕吗？敢不敢啊？怕吗？你叫我脱裤，我更怕了啊。就这样子，如果是他做不到我要的要求 ，OK， 这样他的分数就讲不到；如果是他做到我要的要求 ，OK， 这样子他完成了就有一分，就到最后总结下来。多分的人就赢了，输的人就有惩罚。OK， 就这样子。OK， 来，这位我们特别来宾，就这样卖了吧。大家好，我是肥猫。你要怎么？啊？你要怎么？上车啊！上车！啊，上车！上车啊！好了好了好了，上车了。这样我们去买那种惩罚的饮料。就比如说全部水啊掺在一起。飞猫，我想要一个东西啊，就比如说现在我要你把这个篮子然后戴在头上，然后过走去我们刚刚进门口多多人的地方，就前面没有 OK 成功。这个是怕老怕怕怕嘛怕嘛怕走不动 OK 走是不是去像个傻老人。前面前面去去去像个傻老人。 No OK 了 OK 了，回来一分啊。所以我们要买这种水，直接 call 啊，好啊 ，seven out 再尝啊，来杠杆来啊，直接给它杠杆下去，直接杠杆给它下去，杠杆下去噻，还空，哎空了，哎空了，这个还没有开过嘞，可是空了嘞，啊，不要紧不要紧，等，我现在是要你直接开下去喝掉啊，怕啊，讲啊，点点而已，就是点点而已，好像坏掉哎，还喝，糟喝吗？怕吗？怕，怕吗？怎么空了？哎，怎么空了？哎，别玩。因为这个可能有危险性，所以这个就 cancel 先。哎，这个我们开了，你要给钱呐。对，我们买下来，不然等一下人家以为我们开了，把它放回去。因为你选一罐就好了，选一罐马上喝是吧？是啊，马上喝的，马上喝。我不要一罐哦，一包可以啊。来，可以，你直接喝一包 OK 吗？可以。你给钱 ？OK， 对，真的喝不？我跟你聊，等下你就跟那柜台解释。来，飞猫，要想要一个东西啊！你刚才是不是叫我马上喝完一罐那个其中一瓶水上来？来，你过来。然后现在我要你选其中一罐喝掉。疯了吗？你以正常的逻辑来讲，这不可能是喝得到的。讲一个，这个我放弃。好了，飞猫放弃，这样子扣一分啊，扣一分，扣一分。这个是有原因的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是要维护我的健康着想，你知道吗？好了，让你了，哎。没有带骨骨棒出来，你读了哪里？你弄的？啊 ，OK， 现在那个惩罚的饮料啦，就全部给它加完进去啊。想到了，我一个，来，你要乖一点，你要乖。哇，突然瞄到了。怎样？哪里？你就戴这个帽子，去外面走出去，走啊。对。可以吗？再走远点，再走远点。哈哈哈哈哈哈 ！OK 啊 ，OK 了。哎，肥猫，来，我在想要一个东西啊。什么？从这边，然后滚去前面那边，哎，滚过去。很多起草哦，这条友我没有变呢，就滚到人那边，滚到人那边。喵嘎讲什么鬼？
What the fuck was that? Nope. 站起来，越大声！站起来，越大声！耶、yeah! ！OK， 对吗？我想到一个东西了，对吗 ？OK， 现在你把这个帽子，OK， 你把这个帽子，这个帽子 ，OK， 戴下来。然后过后你走去问那个工作人员，你问他帽子在哪里？帽子在。你问他有没有？你问他有没有看到一个红色的帽子？然后有一个 label 在有，你问他有没有一个红色的帽子，有 Mickey 帽子，然后红色这样子，然后看他有什么反应。OK， 啊，再继续。问什么、啊？就问他你有没有看到一个？你不要弄犯傻，不是这样戴的吗？想戴吗？来来，我帮你戴，我帮你戴。耳朵开开，别动，别动。你走过去问那个旁边的工作人员问啊，你有没有看到一个，有没有看到一个红色的帽子，然后上面有一个 ribbon 那样子的帽子，国语叫什么？逗比，逗比啊，啊 ，OK， 你被逗比走了 ，OK， 就这样 ，OK， 啊，就那个啊，这样子坐住了，你蹲下来，蹲下来比较亲切一点，别上，别上，不行，严肃啊，都坐住，坐住啊，严肃一点，严肃一点啊，站住也可以。问他，那他的 number， 那他的没了 ，Toki， 这 number 没问到。OK， 你不多不多不多 ，Thanks 啊。OK， 飞猫，啊，等一下啊，你下去随便问一个路人呐、啊，问路人，啊，就随便问一个路人，就问他，就问，请问 Econcept 在哪里啊？哎，你来废话，来给公司问你公司在哪里？哎呦！怎样？嗯、你要问他？啊，去了去了。我可以跟在你身后。不好意思，公司在哪里？公司在哪里？你 concept 哦，好好 ，OK， 谢谢谢谢。阿弟啊，怎样？我再邀你去哦。喂，那你去站专门大大声那边唱歌。去。操！八卦呀呀！牛！丑八卦呀呀！滚了！肥猫，我现在要你在那边跳舞，你跳，快点跳！你来，快点，来一，三，三，一，不笑，认真，怕怕怕怕，来快点，一、二、三，最后面点呢？确认过眼神，我遇上对的人。好快，继续继续，一、二、三。哈，OK。怎样又怎样？现在，哎呀，现在不会啊，会很难而已。我叫你穿这个东西，这个带不到啦喂，我这样子走可以吗？来，我帮你选，还是我帮你选？要有点蓝色的，蓝色这样啊。然后蓝色不要紧，要大，要大，要大。没有，我们看价钱来决定的。价钱来决定，你还要选价钱啊？你不要选那种阿妈给我呀！不会啦，不会啦，这个，这个龙色，你眼光阿妈没有吗？还有黑吗？刚刚有一个人看住我。
洞啊。OK， 洞，有一洞一洞啊，你随便选一种，然后选了，戴在头上。哎，简单呢。谢谢。我们走啊，你走，不要这里挖啊，不要这里。Nope。啊，你问他有没有麦克？痛啊！这个钟动，好动了，动，动什么动？啊，我给你做一个挑战啊！啊，等下你就去那个啊，那个安迪那边问，去问他有没有卖那个米粉？米粉啊！知道我对你不仅仅是喜欢。我问一下，这有卖米粉吗？哦，这米粉。哦，那这样有卖咖啡吗？卖咖啡。你们挑一下试下的产品。试下 ，OK， 可以。我是卖手摇吧的，有茶有咖啡。这样这边有卖有茶有咖啡。这个。然后这样子有卖米粉吗？米粉啊，这东西米粉。哦，米粉哦，米粉那边。Hello， 谢谢你们收看了我的影片，谢谢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你可以在我的下方按赞，然后还没有订阅我的朋友可以去订阅，还没有打开小铃铛的朋友可以去打开小铃铛，订阅该硬硬给他订下去，不用怕的。如果是你有什么意见啊，觉得这一期的影片哎不错，这个问你怕不怕，这个影片不错，在下面可以评论一下，好，可以，谢谢你。你除了订阅戴瑞克的频道，也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因为现在我是做工程，所以很难去做影片，这样子就没有人了。什么没有人？是要有人的。OK， 有人我才有动力去才去做一个人。哎，如果没有更多的订阅的话，还可以去，做更多的。哎，希望你们可以去多多支持，大家支持我啦。拜拜。啊？爬？啊？爬？爬？走，来走，脱衣啊你！脱！回来脱！爬！爬！脱！His name is John C.平手，我们就两个人一起喝啦。就我的杯是这个，肥猫杯是这个 ，OK。我们聪明的人呢，对不对？聪明的人是拿小杯，不聪明，我不聪明。OK， 挑战成功，对不对？耶、yeah.